都回来了，快了，人来了。慢慢。老胡是你喊的吗？没大没小。南希同学，进来吧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这一学期新转到咱们班的同学南希，希望大家能一如既往的以友好和热情来接纳这位新同学。好了，这种原始部落的方式咱们能不能少来两回？我一听你们叫唤我头都疼。南希同学，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。啊，南希同学，那个就是你的座位，你过去坐吧。下位同学。看什么呢？检讨写完了没有？报告。讲。今天迟到的又不止我一个。求生欲很强嘛，临死还要拉一个垫背的。老师很不幸的告诉你，今天高二年级只有你一人迟到。好了，大家上自习，不许交头接耳啊。这家伙该不会是个校霸吧？老胡这偏袒也太明显了。老胡刚升职主任不久，这时候正新官上任三把火呢，你可别往枪口上撞啊！别写检讨了，今天老子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平等。下面，我们请今天迟到的夏瑞同学来到国旗下做出检讨，反思自己的错误，接受全校同学的监督。